做大死亡中了，一斧开天，石界打到浮空，铁血神风配合力劈苍穹，石界来三千，大死亡当前命中，天王我刮，荆棘我单抽五千，有盾扛住了善恶。好，大死亡再来，又中了，完了，全他妈完了，继续一千，三四，当头一棒，再清四级啊，两万。荆棘舞单抽又倒了，又是大死亡，大死亡什么啊啊，又中大死亡了，什么？我想过一百种瓜司令倒下去的方式，但从没想过是连续大死亡当前回合倒地，心疼呆瓜三十秒。五星上将麦克小鬼将军表示，听说你很会折磨是吧，这大死亡我就问你迷不迷惑。大型纪录片之214连五神坛总决赛，瓜之折磨变成了瓜被折磨，将持续为您播出。哟，大死亡中了，一斧开天，石界打到浮空，铁血神风配合力劈苍穹，石界来三千，大死亡当前命中，天王我刮。和尚是拉出了宝宝，对面法师直接跟上，涌了一口两千，九黎的速度比无底洞还要快，再平砍找半天，荆棘舞单抽五千，有盾扛住了善恶，绝杀成功。前期果子还在发育的时候就被宝哥大死亡点死，宝哥是不管，直接梭哈金刚脉。好，破掉金身，再拉个红孩儿，花果圣也要出宠了啊！活血先给花果，他那个化瘀金脉不需要叠人心的，再推啊，推出一个护盾，这样推一把基本上满了，这无底洞奶血的话太舒服了。好，清这个血宠，一斧开天，烽火双阳直接飞俩，力劈苍穹，一三千两，哇，这九黎神的清宠能力太强了，九黎。好，大死亡再来，又中了，完了，全他妈完了。还好活上了，还点不点了，继续一千，三四，当头一棒，再清四级啊，两万。荆棘舞单抽又倒了，又是大死亡，刚解掉又来了。好，换宝宝了，这红孩不能再憋了，阳护继续拉，地听都来了啊，直接地听。好，又清掉一只，两什么，好，封了一个地听，呆瓜封中了，还行啊，笛子给的几，给的四号，五号没有打敌，但是五号被封了，大死亡直接弄无敌，尺四，因为封五嘛，肯定尺四啊，尺的四，合上一个尺五可能会双吹，直接全部加给四号。好，合上接罗汉，防个法地亭 ，OK， 直接胡，噬魂魔胡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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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千五，金身舍利，顶满。法师也吹，吹的五号啊，我看五号被封了，没化妆。地听出手，法听啊，八百还行，弹卡了。第二本法师出有千足四息，问题不大好像啊，一千四，无底洞也是要死啊，啊，一千六，死是要死的，六百，血是很多这无底啊，六百，怒雷啊，一千八，无底倒了。单法宝宝，秒人 一点血，这无敌太猛了。好，遇到女儿换阳护啊，那花果山先起来，落花成泥给化身，断你的回复，无敌洞可以起来。好，人拉果子，对面开掉地听，和尚是只能群推，因为和尚不能一直活血的。银魂，清宝宝啊，清掉千柱四息。三荒镜面浮空三个，直接力劈苍穹过来，四千，三千，还好刚好推上果子棒打雄风干掉了，还行。好，先向女儿，不让女儿金青啊，武装的反正清风状态，哎，女儿还真立正了，女儿还真立正了，上气压制断回复啊，控制回复。好，大死亡什么完了，全他妈完了，当场倒闭、啊。
还震了，又中大死亡了。什么？啊！碎玉风女儿，九黎又要出手，又要干花果了。这果子真按防御，感觉按防御都不一定防得住，你知道吗？怕的是这个，对面还有湖的，赶紧停血。好，封了你武装啊，他要保九黎身出手，武装也中，大死亡破保护，大死亡再破保护，金刚护法又是十金刚，火力全开，全部拉满，通通拉满，全部拉满，炎魂一斧开天，打到浮空，烽火双阳，确保阳起，铁血生风，三，力劈苍穹，一。二三度度个江儿，这他妈度得住吗？这他妈度度，这怎么度？什么八千多？好，再笑啊！鱼岛巨出宠，那也没办法，出的阳户啊，巨出阳户嘛，那只能出啊！你不出这花果山，你又不能无底洞禁疗，直接不让推，又要干，再中一个来啊？没中啊，还行，再中一个是真的报警了。喂。好，九黎城出手啊，一斧开天，1300打到浮空，铁血神风两下，三下打五下，三下四下啊，四下到五下不一定啊。力劈苍穹再跟贴士，一直在贴 ，OK 啊，贴士暂时先贴住啊，很稳。再养护啊，果子要起来，不起来被对面地听哈死。继续群秒3000多法系，山哥起了密论啊，伤害特别高，山恶1000。善爆了，还行，也不行，不行啊，兄弟们，不行，无敌死了。鱼岛花果山起来，直接固伤都来了。啊，娉婷婀娜有花，基本上是包中的。女儿被圈了，再笑武装，不让你活无敌啊！你现在没高速，魔镜加上啊，这孩子也不管了，反正就弄死了地听。啊，和尚活的九黎啊，活4000。缠珠还有小四海啊，鱼岛是带了7-8个小四海 啊。浮空铁血生风啊，花果山肯定是被压住了，出不了手，还有一把力劈苍穹的，你怎么出手？血量再满也是得死。好，无底洞吃了一下啊，地听攻的吧，应该是好攻的，亲这个孩子的3000，这鬼魂的这孩子是什么？好，禁疗再给无敌，又要糊了。对面九黎城没单位开，只能去糊，直接糊的啊，直接糊，直接要秒，又秒掉了。我操，对面什么？什么？这九黎城还是漫天的？你别了，别了，别了，大哥，别了，别了。九黎城能叠漫天，什么概念？好，孩子跑了，还行。再封女儿，女儿又喝了武装，那武装也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砸死花果，造两个尸体。大死亡，打小老虎，小老虎是有这个，好，赶紧吸收，吸收也没用啊，起不来。地听来了。和尚拉地听拉得很勤快啊，宝哥的和尚有护盾也没用啊，多少护盾都得死，妈第二下直接4000了。好，两只地听，好，战敌投资3号啊，大死亡，他是要去压九黎城的，武装城给尺5号，化身给敌。现在花果山被封杀了，所以他敢这么去搞。清个法防宠，三荒镜面浮空一个红孩儿，哎，没有后续了吗？敌听出手了啊！这只没花招，主要是那只3号有点小凶的。无底洞起来要点个金身舍利，你知道吗？相对来说要好很多。
化身也吃，吃了三，无底洞点个精神舍利，对，精神舍利，防防法庭。红牌要是倒了，这只双吹的啊，这只有点威力的，1400，神佑也行啊，能吸吸伤害，7000-2000，再来再神。神不动了，你要神多少次？大死亡命中女儿村，幸了女儿村，又是当前回合，又是大死亡。看九力能不能填把漫天，还行。最难的是填把漫天，还出了填把漫天，填把九力是填，哎，填不能填漫天啊，填漫天还是要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最难受就填把漫天，最终还是死。啊，我佛拉起来啊，法宝岛还是有东西的啊，不稀哈。啊，飞一波，前进地听。这果子现在飞没东西的，没伤害，你看飞盘丝就1000。啊，不过女儿能站得住，果子还是被守死了。聘听婀娜继续圈特技啊，赛中又立正了。武装愤怒笑掉，好，这个是引弓，清掉地听，化身继续，这化身是宝宝都快招拉完了吧，没什么宝宝了估计。好，手施风影二刃，贴不住了，三荒镜灭，浮空三个，力劈苍穹，1900-1600，再来1700，给女儿吃上血了啊，还好是被封特技了，要不然血都吃不上。啊，能奶上一点，但是只有一半的治疗量。好，女儿也吹笛了，对面女儿的灵元很多啊，赶紧定神仙境，先开掉自己。主要是女儿有这个大死亡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尽疗给武装，引弓亲友贴，顶了一下，第二只再贴。宝地听出手了，没清掉，你双吹出来了呀，这难受了。他是要守尸的，他还是要守那个，你守那个花果山，你知道吗？又是浮空三个，又是一把终极面伤，1000，女儿神了啊，给女儿顶上大金，金青和尚有冠金，但地听出手了。有几度能拉起花果山，可以，正好可以清掉地听。什么拉宝宝？你这完了，又是一只拳魔，清地听没清啊？这只拳魔是真的扛不住了，这只拳魔不跟你嘻哈的。清地听啊，还行，你知道吗？能我苟一苟，你这拳魔太猛了呀！双锤，宝宝拉出来一下就没，拉出来干哈？刷了估计，刷了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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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